啊，系，即系嗰啲都叫做系一齐咗好耐啦。即系理论上，即系例如香港都有世界佬同阿世界嫂啦。即系佢两个应该都唔会分，即系睇个样都应该唔会散噶啦。OK 啦，即系嗰啲咪成功咯，叫做吓、啊。即系你世界佬世界嫂其实系成功噶，即系呢个好老实讲，我唔系话串。即系而家，即系例如而家呢单，例如 Cat Girl 呢个算系佢。算是不成功，但是叫做冇咁难睇，因为其实你可以睇到咧 ，Cat Girl 同阿 Ken 起码暂时睇落去都是和平分手嘅。哇，系唔会拣我啊？但佢一定是拣我嘅，应该我睇个样子就。我睇佢拣边个先。哇，佢咁样打下家白痴，你就算打中个魏国，佢都唔敢出啦，系嘛？我刘明睇。睇睇，哎唔系。因为其实咧，我同你讲啦 ，KOL 最罩忌一样嘢系咩呢？就系呢一个分手分得样衰，所以你判你可能你啲 friend 分手话，因为条女俾咗顶帽去戴呢啲，咁呢啲系你冇人识你噶嘛？但系如果你 KOL 分手咧，咁啊好大剂啦，咁啊好大问题啊！即系如果你 KOL 分手，如果系嗰啲咩第三者啊，或者系嗰啲乜乜物物啊嗰啲咧，因为你一定系公开嘅，同你讲。系啊，因为你 KOL 系一定公开，一定系俾人哋当花生咁食嘅。哇，佢先喺 Ken 直播话剪片好辛苦。唔知啦，系啦，呢、這个唔知啦，即系。同埋佢哋系咪真系分手都我都唔系太 firm 其实，即系睇落去，即系感觉上似吓，系啊，因为正常你唔系分手，你冇理由要拆开两个 channel 出片噶嘛，咁你好正常就会谂到系分手啦。好。又有系边个咧？唔识喎，系咪嗰个啱 channel 话打女人嗰、那个？我唔打女人，系啊！哇，臭鸡呢啲酸上香呢啲鸡系啦。你知唔知呢句对白边个讲啊？你好彩，我唔打女人，不过今次例外系啊！知唔知呢个经典对白？我超中意呢个，虽然系无线，但我就好中意呢句嘢，系啦，好正。呢句嘢第时大家打女朋友嘅时候可以攞嚟用，即系打老婆嘅时候话你好彩，我唔打女人，不过今次例外。我等人弃天行道。系啊，阿就哥系啊，超型呢句嘢超型，兜拳摸落去仔都冇得生，打到佢。你知打女人个肚系好阴毒噶，系打到仔都冇得生。呢句嘢真系好劲，我谂呢句谂呢个对白嗰条友都几劲，即系咁都俾佢谂到，即系。你冇翻咁上下战格，你系谂唔到啲咁嘅对白。我同你讲啫，呢对白唔系咁易谂嘅，你要知道系啦，好有创意系。小戏沉舟。哇，同埋而家全世界都知道你系鸡呢句嘢，都系非常之适合。系啦，我唔系，我冇影射任何人，我只系非常适合而家呢个风气啫，系啦。哇，打了个大艺出嚟，点玩啊？虽然我有董卓，我有董匪喺度，惹不起，玩完。哇 ！Oh no！ 点玩啊喂？我想问我可以点做啊？呢度要放血啦，要自己放自己血喺度，冇办法啦。好啊！哇，魏国，等先。秉忠贞之志。超唔惊啊！只要我开到肥佬出嚟就 OK， 我开到哇！我开到魔王出嚟就 OK 啊！美酒若美食食信也。我开到魔王出嚟就 OK 啊！呢一场到底我哋嘅魔王开唔开到出嚟咧？系啦。哇！救我有运系啦！我哋哇正哇两个男死嘅老细。我又哇呢个国家黐咗线啊！呢个国家癫咗，有事。封了啊！去封德国封小孩，杀身成人。哇，仲好啊！咁样 ，I like it。可能打多一下就 OK 啊。哇，唔系啊。你咋不上天呢？为天下苍生，不羡自当画。哇，就系咁啦，大致上系啦。咁希望，咁我都希望。即系佢哋和平分手都系好事嚟嘅，系啦，起码唔系话咩，但系不过嚟到我又唔敢讲啦，即系你费事话串人令佢话咩歧视女性啦，
吓、啊，即系起码唔系大陆冇先啦。今次，因为其实分手最惨系咩？大陆冇啊嘛，呢、這个先系最惨。即系你话咁你如果条男人有小三，即系有二奶咁样咧，咁呢啲好常见啫。即系有边个麻甩佬冇二奶啊？即系呢啲冇乜咁爆炸性啫。但系唔知点解，当你知道系条女俾老母个仔带，啲人就咦好嬲啊，臭街啊！啲人就会失晒理性啊，反而系。即系嗰啲贱男有第二条女嗰啲系冇乜嘢，好正常啫，好平常啫，系咪先？喂，赢喎呢场，祝融收割，呢、這个国家低能啊！但系佢抢晒嗰啲人头、啊，哇，系祝融抢 Q 晒嗰啲人头、啊，佢落哇！但系如果佢落住祝融，我又开唔到毒魔王出嚟，我点办？曹丕实反嚟，有咁嘅可能。唔应该未必，你曹丕反唔到我啦。你如果你点死嘅话，呢、這个桃园非常尴尬喎，先非常尴尬喎。喂，唔掂、啊，曹丕三血我出唔到嚟。啊，祝融就一定开 A 噶啦，谂都唔使，基本上都唔使谂，佢一定系祝融而家要信我啦，应该系太武不敢想象。哇，佢真系开喎！咁呢下曹丕又应该翻我啦，呢下系啦。同心分。但系魏国收我个优先度咧，最后先收，因为其实四血可能系魏国噶嘛。如果我系魏国，我都收晒啲名将，即系两个唔过一定收先啊。所以其实理论上咧，佢唔反。点解呢下我睇唔透啊？呢下曹丕谂住卖队友啊，如果我冇估错，因为曹丕觉得佢反正都死 Q 紧噶啦。因势利导，视为良。其实曹丕可以反李典嘅呢下，我觉得曹丕可以反李典，因为如果佢再开 A 嘅话，咁哇佢唔俾我，竟然哪里？竟然唔俾我，我唯一一个系有机会系你队友嘅人。我呢个留俾打法，佢张蓝咧，喂你开多张啦，你唔好咁悭我啦，唔争在喂。喂，好噃，各位观众。咩见山咩叫奇迹，系啦，见证奇迹。咁呢下我曹丕一定反我啊！呢下俾佢，但系佢俾咗啲咩牌佢啊？真是二 B， 佢俾牌曹丕嘅，而家咁样睇。哇！真系呢个留俾低能。我正式宣布呢条友系弱智，系啊！我今日正式代表联邦政府宣布呢、這个七号位系低能。哇！唔收喎、啊，呢条友好有骨气喎、啊。我真系唔系开玩笑啊！如果我出到魔王嘅话，我赢到呢场肥仔开仓，而家正有个肥仔开仓，好似系嘛？即系旺角，好似旺角话曹丕叻机，喂快乜嘢？各位观众，肥仔开仓了，谂起都兴奋啊！先谂起哇，谂起都扯扯地奇啊！先无懈可击，喂！但系我唔想司马死喎。喂，俾牌我啦，刘备。好啊，好棒，你唔系正友啊？去到最后都系照旧噶啦。Facebook 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支直播室个 po，YouTube 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之余，记得揿马通知同埋钟仔。好，去到最后我哋化完时间啦。咁我哋支支嘅营运其实相当困难，我哋网站入边有个支支赞助，51/100随缘落座。重申多次，你哋嘅赞助只会用作我哋网站嘅营运用途，同我哋嘅直播完全冇关系。好，直播就嚟到呢度啦。惊不惊喜，开不开心，系啦。呢张落可以立，其实可以立咗张落佢嘅。喺国家翻嚟啦。哇，肥仔开仓呢句边个谂出嚟？好低能啊！先，即系呢句嘢，我真系好想笑。等先走。喂，唔理啊，唔可以因为防司马神一样的离线。等先。图我一定要拍咗先嘅，我觉得。哇！呢、這个董卓，呢、這个魔王。啊！大家如果赢咗，大家帮我踢魔王啦，唔该，系啦。有呢场成功精华到咗。哇靓啊！哇！如果有属性杀嘅话，呢个边个可以唔使死啊？我想问下。好啦。哇！反刘备呢下，呢、這个曹丕都系弱智。我今日代表自护公国宣布，呢、這个曹丕都系弱智。
系啊，真系两，呢点会反刘备啊？啫呢下，你唔 make sense， 你反司马都合理啲啊，你反刘备喎，大佬个图啊，应该唔使拍图。不朝刚见，应该留一张红心，不过都 OK， 应该都 OK 嘅。你正常一定系反司马嘅呢下，你冇可能会反刘备，你反刘备系帮紧我，除非佢呢下想再反翻啊，果然啊，佢呢下想。反社会人格啊！呢啲，唉，总之攞咗落佢咁就，哇！呢啲真系反社会人格嚟，呢啲真系恐怖分子就系呢啲。好啦，呢啲真系贱人咧，唉大镬！呢、這个时候玩合作唔系嘛？咁啊大剂啦，咁啊濑嘢啦，佢哋玩合作啦，佢哋而家咁有合作精神，咁合作，咁中意合作。哦，黐哦！箭如雨下，快哉快哉！一打一我未必够打喎，哇系，都唔系黑房嘅，呢个唔算黑房嘅，不过我只能够讲佢哋弱智咯，赢唔到啦，咁因为刘备除非有神落啦，如果唔系应该赢唔到啦。我最难受。哎呀，输添，可能输翻转头。如果呢个群，我输翻转头，咁我都有啲机会。哎，神落嚟啦，神落嚟啦。但系如果我开落嘅话，我就开唔到呢一个万箭，收到。图腾。哎，奶，即系咩 friend 依班 ？Let me 三思，又落咗去先。一阵可以走，我而家饮紧酒啊！不愁弓箭计，但愁敌畏王。闪！阿四有冇机呢场？哇，仲有喎、啊，睇下样，哎，屌，搞咁多嘢，又咪我赢，何苦呢？真系，等先，如果我上咗攞咗就，攞，我睇唔到 ，OK， 好啊，我正式宣布今场魔王赢咗啦，系我哋知我哋，等先，疯狂射击，系啊，疯狂射击，箭如雨下，快哉，快哉。呢、这个曹其实好难嘢，临尾如果曹临尾国家咁样帮刘备，其实好即系胜负系差少少，因为佢哋合作起上嚟好麻烦。好啦，我哋知嘅经营系非常之困难，咁啊，我哋嘅言论乜，我哋嘅直道呢系唔等于咩唔等于我哋嘅直播系啦，五十一八随缘落咗。好啦。嗰点讲啊？多谢啊！嗰句点讲啊？我想问啊，咩五十一？我真系我背唔到啊！嗰句嘢，五十一八随缘落咗系啦。咩芝芝嘅，喂佢唔知咩佢咩个人唔等于直播，哇好难，我背唔到嗰段嘢，有冇人可以好快咁样背到？有冇可以打出嚟嗰段嘢？我照读一次，好，我帮魔王读呢一次，系啦，魔王带嚟咗胜利，我帮佢读翻段嘢。哇，睇下先，成功获胜，靠！我第一次肥仔开仓系开到嘅，我真系第一次系可以肥仔开仓系成功嘅。劲难开，你知肥仔好难开到一次仓啊！佢劲难开喎，佢仲难开个潘朵拉盒子，我同你讲啦，劲 Q 真系开极都开唔到，系啊，成功开到啦。